还有伺服器，送游戏啊！等一下哦，来一下下，行。哎呦，白目。加音量好难调，好，令骑士发动冲锋，按一，右键复活士兵，将滑鼠移到这里，总归用下了。Q，召唤法师增加快捷键四。哦，对不起，我可能要换游戏了。这什么东西啦？没有。对不起，我们要换游戏了。这游戏好不适合我，这什么啦？这什么东西啊？安安，我想我昨天看到这款跟我们那个玩僵尸游戏很像，就再来玩了。然后嘞，错。啊，白痴哦，这样这是吃鸡游戏吧，是吗？是只有你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啊。我怎么莫名其妙25等的啦？37等，我怎么升等的啦？反正就感觉就是打架，打架的游戏啊，点住走进去进，打人喽！顿顿的不是顿顿的，是这游戏卡卡的，这游戏本身就卡。满员，太狼喽！我这游戏怎么玩都不知道，我就看，我想说，看这游戏可爱可爱的就载来玩了啊，哪知道，因为还没玩啦，我想说开台再来研究。对啊，这就是吃鸡类游戏啊！天哪，干嘛？
先复活。好啦，等一下我们换游戏啦，这真的看不懂怎么玩啊。还是想听听我们昨天唱歌在干嘛之类的。你是不是偷吃我的东西？你去死！完了，看不懂。秀趴。神说要有光。能退钱吗？这个不用，这个不用钱呐、啊。这个是免费游戏啊，但 DLC 很多，然后我就吃鸡了。这应该都玩家吧？离开战场，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我们换游戏。确定？什么烂游戏啊？移除？确定？好嘞，我们我要干嘛？真的是游戏库很干呢、欸。不是啊，很多游戏都多人的，可是一个人玩就觉得很，就真的很干了、啊。我看一下哦。行不哥哥，等我一下哦。音乐，音乐，音乐，音乐。嗯？这什么音乐？呜，好恐怖哦！怎么没出现？把歌打开了没出现呢、欸，好恐怖哦、喔！什么鬼？嘟嘟嘟嘟嘟嘟嘟。
然后刚刚我的左手不是前天说小拇指断掉，不是断掉，咬指甲咬太短，是很痛。然后刚刚就是手掌中间起了一个小小的水泡，因为很痒，就刚刚把它弄破了，那现在又在痛了。呜呜呜呜呜呜！我这人怎么那么惨啊？啊，不然玩这个好了啦，这个也是买到现在还没玩过的单机游戏。嗯，改标题。嗯，完成。嗯，到处玩游戏。那这个游戏叫做 BOK of Demo。哎，这什么游戏？等一下哦，这什么游戏啊？我现在一脸困惑，我杀死。嘟嘟嘟嘟嘟嘟，等一下啦，我想看一下社群中心啊，看不了欸。等一下又很大声哦，小心哦，等一下可能声音又很大声哦。知道截取好麻烦哦，游戏截取行政来源，嗯，什么苏恶魔？行政来源，知道书中的恶魔吗？Book of Demon 不是什么书恶魔。有吧。声音太大了啦，那样。选项。什么游戏啊？恶魔蛛丝，恶魔之书。选项，重新播放简介视频。The Book of Demons, a truly grim story in our collection, not for the faint of heart. A wandering hero returns home, only to find everything different than remembered.A horrendous evil rose from the depths of hell, devoured the brave and poisoned the living with this. 等一下哦，我怎么会有这个游戏啊？这到底是什么游戏啊？属性。Oh, OK. Off.游戏名称，我才按到结束串流，吓死我！ For in the depths of a place once holy, a dark ritual is concluded. Ah!
Evil Adventure。 不是啊，我对这款游戏没印象啊，我以为我是开另外一款游戏啊，傻眼。先把音乐关掉。Good luck。卷舌战士，创建人物。柯林，不会是卡牌游戏吧？我怎么会买这种东西呀？可能会买啦，可是。我真没印象欸，等一下，不是真的卡牌游戏吧？我怎么还没爬塔就买这个啦？真的是你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欸。过了好久时间再叫你，再开心了，离开这个人之间吧，最喜欢这句了。嘿、hey, 想我了吗？ Is that really you? I'm so happy. 不是啊。Your arrival brings hope to my old heart.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forge one's skill than by traveling. I should know. 我又在咬指甲，对不起。嗯，哇，冲啥？恶魔之术被死。如果第一次玩，请注意看教程，这样的游戏体验，祝你。在纸质地牢玩的愉快。I am the sword that splits darkness. 移动，点击任何地方来移动。点击后或人物可停止移动，人物会停在十字路口。我整体躲在这个、道路上。你可以与人物身边的物体互动。哦，所以我们走这边。怪、欸。啊？下回，点击你要跟流量人物将自动攻击，自动攻击较慢，每次攻击有一点伤害。点击或按住来增加快速攻击，遭遇敌人时按住身后撤退。顶端的图层代表本机的探索点，靠近的时候图案显示出来。镇上有个新留言，叫回家吗？
如果你请你就是用，我刚刚没有点击或 I， 在卡片版面，什么东西这样子吗？游戏蛮可爱的啦，击杀怪物时获得经验值，每当升级怪物会失去关心，每个级别会提供一个属性点，可以增加红心或是蓝金。画风不是你的菜，很好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一款游戏，好不好？我连这款要不要钱我都不知道哎。刚刚想点开愿望清单看，不是愿望清单呢、啊？注意身后的脚印，他们显示你从哪个方向来，并且标志你成功看过。金色脚印表示走廊已经被走完了。普通的脚印的路还没走，没有脚印的地方可能还没去。小地图会想办法用 tape， tape OK。